当啷当当当，当啷当当当。全军出击！要你们看看我的鸟吧。会吹哨儿，啊！哪儿呢，船长？喂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不是你，是你的梦。大嫂师傅！大嫂师傅！哎。大嫂四方，大嫂四方好像打不过啊，这有点厉害。打哈欠就是遇见无情铁手，溜了。无情铁手，走吧。这玩意儿打的船长好像不太好打，我发现。我们不行就慢慢发育吧，这把阵容也还可以，其实。人人都好吵闹，而且从来都不说真话。一下，崩着了，那船长咋不掉血呢 ？A 你的头，大嫂四方，大嫂四方，无情铁手平 A，A 桶。自残打击闪现死，我告诉你们，这英雄啊，如果能残血不死，让别人老难受了，真的，让别人老难受。这船长现在就难受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船长就已经神志不清了，有点。哎，我假装回城，其实不回。就是残血不死，哎，就是不死。盘根错节的念头，朝着无穷的可能。那勾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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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引。给你个亿，打不着，屁老毛！哎呀，这句话是我小学时候说的。太亏了，哎，还行吧，这么地儿。没关系。收兵。呀，空了。怎么感觉这个英雄的一技能减速效果这么差呢？但是他推线是真快啊。哦，漂亮。
没事，我们就推线快，就慢慢跟着船长推。哎哎哎哎，兜，你看，哎，就残血不死。哟，大光头还不走。啊，还不走大光头。我看我得杀你了是不是。青蓝枪一波兵啊，你也有今天呢。螳螂好像要来。梦呀，我喜欢和你说话。你要开放了吗？这把我就慢慢清兵吧。这英雄我说实话我不太会玩，而且他感觉伤害有点低，你线上想单杀人费点劲呢。OK， 回家。哎，不回家，我还吃他塔皮，吃不了，我依你一下。只有闭上眼睛，才能真正的看见。法川海来一个，不得，不来法川海。走，我们得蓝炼汉苦楚，外加那个。折磨恶魔之庸，再出个本甲。兜一下外圈刮，哎一下外圈刮，哎一下套点盐，致命一击外圈刮，哎呦我这虚区。猝不及防的一波虚区。这附什么技能的英雄，一会儿再说吧。W 还不一，我想想啊 ，E 是加减速 ，W 技能是加伤害跟冷却，负 E 吧。走。外圈刮平 A， 致命一击，闪现外圈刮 ，E 一下给大招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，给你大嘴大嘴巴子。OK， 回家了。哎，要给蓝 buff， 谢谢。我只不过是遇到重大危险，第五次提醒自己而已。2500。来个扫描。哎，我这波直接能到线上，这波可以。我看我这儿乱扔一个，应该创塔了吧？哎呦我操！我这球发的也太好了吧！我这球，我这球发的简直了！
击一下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我不会觉得尴尬了。回头收兵，飞花打，惊黄木，流窝种，夜蓝瑶。哎呦我操！这名儿给你起的。我一 W 的对点吧，都可以了，这都。一下，中，点这个，外圈光。哎呀！这光头，哎，你大爷的，这光头，这把咱来个水银海，先把二速海除了。多少钱？750呢？团长收的。他教 W R 的，他刚才 R 了吗？不是，他刚才教橘子了吗？没教啊，我看。他一直也没教橘子。完了，一个没补到，哎，补了一个可以接受。找光头的，今天不把他光头杀了，我就不叫蓝脸汉。找船长的。外圈光给大招。哎我操，打不过呀，这硬拼呢，这玩意儿了一下，我的发，这一枪能给我毙了。哎呀好脆呀，那船长我说实话都没碰着我，都没碰着过我。太难了，去打团战吧。不跟那船长打了，快点支援去，赶紧去下路支援一波队友，给个业绩了。哎呀我操，卡墙了。我来了，老树精。哎，哟吼 ！ADC 还抢人头 ，ADC。捡桶子，哎呀，踢一下！关键这船长也有外圈技能，你知道吧？有远程技能。踢一下！还有白日做梦，杀光头的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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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波得找到这光头了，往这儿踢一下。
谁死了？哎呦我飘呢，把中塔拔了呀。我都没打，被打就没血了，你怎么这人回家美甲欠魂券。做板甲吧，第二件就做板甲呀，第二件还是来恶魔之拥吧，第三件的板甲吧。我捕捉了梦，人类才能追寻他们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跑的略微还是有点慢，这打人才能跑的不慢。扫一下啊，现在这辅助都能欺负这螳螂了，能 Q 闪吗这英雄？哎，老树精，哎，老树精，给我睡觉吧。哎，老树精，一下跟我赛跑，来是闪现。哎呦我天哪，这螳螂闪的真快，好快的闪，我把他枪毙了。吧，啊，可以。最刺耳的声音就是孤独在叫喊。我发现这英雄还是不太适合我。外圈刮 W 致命点炎接个 Q。你给老娘死！一下，睡吧，一打，一下外圈光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十层美甲窃魂卷子，漂亮。不好意思，让路给同化了。兄弟，我尽力了。这你再不走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买个大棒子。我总是忍不住藏起，自己呆着。不过，也许还有梦和我待在一起。那红我就不要了，我没脸要。我都没脸要那红。哎，一下点一下，兄弟你死的惨呐！这真是没法上啊，这是。
看来你是真不想要这红啊，那给我吧呢。既然你这么不想要红，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815，够了。走，回家。下条小龙，我们团直接美甲窃魂卷25层，出个小布甲，万一个一会儿死了呢？嗯，买个小布甲。别打了，蓝枪快走。小龙，小龙得要啊，兄弟们，小龙。梦雅，真希望你每天夜里能去见他。拉克斯死了。我先攒2层啊，跟我上外圈刮，这咋刮不着人呢？这都打不过，算了，我上了。哎，这大招放的真垃圾，我知道那个团长有局的，还放大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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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小龙，这波团战打的确实有点二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最奇怪的现实。怎么的？他们要打大龙啊？我们打大龙呗，如果他们不打，我们可以打呀。为什么我那一个亿打那船长不掉血呢？我依你们一下子。我再依你们一下子。大龙啊。说实话，这蓝 buff 应该给我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大龙，直接打大龙。螳螂死不死？哎，地西，都去睡觉吧。哎，地西给我死了。一下外圈刮，疼。先把塔拔了，快快快快快！18层美甲窃魂卷了啊！怎么的？你们还要推呀？我搁后边放点地雷吧。捏一下。回家。再捏一下。给打一走。刮一下。捏一下。睡觉，外圈刮，哎呦我操，26层没了，咋这么脆呢？
26层没了，变成16了。这不16吗？差500块钱，我们本家这英雄出装怎么出的这么累呢？感觉半天才三件装备，第三件都出不出来。扫一下，那大光头！哎呦，我这人这个多呀！哎呀！妈呀，我一秒就没了，简直不让人活呀。不行了，不能再往野区里边冲了啊，我们不是一个冲锋的角色，知道吧？我们并不是一个冲锋的角色。变六层了，差300块。哎呦，这蓝枪，这蓝枪瞅着好帅哦，有点那种打僵尸的感觉。这个蓝枪，我想和人类打个招呼，隔着这么远就好，他们能看到我吗？别让他们看见我，这配音给我配湿了，这小鹿。风龙龙魂了，我的妈呀！那我这不就飞起来了？快点让我蹭几层美甲窃魂卷。走，赶紧回家，先回家把板甲赎了，要不然有点脆，另外跑得慢。大龙吧，要我说。起飞了呀，这。打死吧！自残打击，无情铁手。ADC 怎么死了呢？我操！团灭了，这么猛啊，兄弟们！这也没我啥事儿啊。我蹦蹦哒哒的就跑过来了。拿下了。队友有点猛，727的移速没啥用啊。